的结果你的麦克。那怎么办呢？我更小了，你们就应该珍惜之前的帽，不是更小了吗？那个看见我这儿只有三，全国只认最有颜值的舞蹈频道，勾下我群发今天的月食通知，喜欢梦涵的宝宝勾下右下角的直播时通知。然后就是，哎呀，好尴尬。嗯，然后呢，大家就是把心点一点，谢谢。行，现在不要夸我，一会儿骂的少一点就行。啊，然后大家有礼物的话，我们可以上上这个票跟那个集结令啊，感谢宝宝们，我就先跳舞了，啊，不是特别的尴尬。
강남 스타일. 강남 스타일. 感谢送礼物的哥哥，感谢笑影哥哥啊，少穿点。那个什么，大理由吗？啊，公主播室通知啊，带你们回家飞。我跟你们说，好像是，哎呦，太晚了，晚了。我是属于那种就是 mini 型的，大家不要太介意这种东西呢，胸。又不拿来喂奶，要那么大干嘛？大家勾下那个直播时通知啊，右键一号麦序跟二号麦序点一下关注啊。嗯，刚才我跟你说，你们不好好珍惜六六的大熊，看我了。我在当时我就在想，我说我完蛋了，我上去要被你们骂死了。大家把心点一点，感谢宝宝们。来吧，心点一点。选一下你们的画，不，选一下你们的就是想看的我啊，一时一分二一秒，二十 give it to me， 三十今天做什么？选一个，喊大麦哥，我有一千个心，我不，哥哥。来选一下你们想看的我啊，一二三，一是那个一分一秒，二是give it to me， 三是今天做什么？三二一，停。二十 give it to me， 安心。大家把心点一点，感谢宝宝们，把心点一点，你们辛苦了。
把你羊尾治好了，你不给点钱吗？我都不用你排队了，你不给点钱吗？给点医药费什么的。来看一下啊，跳过了一跟三，选一下一跟三，其实上上下下也不错。我们第二个麦去跳这个，好，大家先选个衣服吧，一个跟绿柳同款一条裤子怎么办？我们撞裤了怎么办？哇，感谢小小，没关系，绿柳我们是好朋友，等一下加个好友啥的。来，这个这是一啊，这是一，你们可以不选一样的。这是二，短的裤子，长袖，那个是吊带长裤，这是长袖短裤，选一下。那个是一，长裤是一，长袖是二。一就是长裤是吧？行，他们再叫我就把你淹掉，真的，夏天都到了还他妈发气。好了，那我给你们跳第三个舞啊，然后等一下下个麦序跳大力羊好吗？好累呀、啊。